来看看一路上遇到的小可爱们。腼吃什么腆型呀？小可爱，你在吃什么？你在吃什么呀？给你吃个糖好吧？别哭了，我给你吃个糖。高冷型小可爱。很冷。这鱼是不是啊？你把它抓出来吧。不要啊？要不要？好吃的东西啊？不要。不能接受陌生人的吃的。射牛型小可爱。你也很帅啊。我这也唱了。哈哈哈哈哈。那次你上后啊不上你那就那哥哥这么那么你在那儿啊就那里过得就到那一个那里那里那舅舅鼓励鼓不舍提吧啊那俺姑娘你那里故事嘛是啊靠